嗨嗨，嗨，室友，室友安，室友，你吃饱了吗？我刚吃完，我晚餐吃那个，就你讲的啊，就是炒那个肉绞肉，这个光线很暗哎，我的黑眼圈都跑出来了。这摇法先喝过了吗？还没，好不好？嗨，艾瑞克，我觉得我声音好大声哦，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样子好了，被室友说呛，我那有呛好不好？我那有呛，我没有呛好不好？3.7分吗？37分？哎，我手怎么了？为什么手看起来好像吸毒犯哦？是我是哪里有问题吗？算了。这样子算了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样比较亮，这样比较亮。OK，这样子那就这样子好了。37分，73分，还好雨公不在。什么意思？什么还好雨公不在？企鹅刚刚赶我关台去睡觉，然后我就关台，卡莉就开台咯。我正在吃，我吃意大利面配肉排，好爽哦，好好哦。我也想要吃肉排。室友不是跟小精灵一起吃的吗？不是，嗨，海猫，海猫，好久不见，光线问题，就算是吸毒犯也是最可爱吸毒犯。我可爱也要跟你讲，没有，太久没开，很讨打。眉毛比头发还黑，没有吧？是一样的吧？是一样的吧？嗨，水草，好久不见。我们感情不好，分开吃。对啊，我们感情其实没有很好，所以就对，没错，只能这样子讲，我们感情没有很好，唉，就是3天1小吵，然后不对，3小时1小吵，然后3天1大吵。昨天玩的安家边缘人生活，你说我吗？你说雨公不在，雨公跟我跟室友讲这件事情呢，他笑翻，就是雨公跟室友在一起，然后企鹅被室友拒绝。那个截图真的很好笑，不打扰你们，躺平。妮娜晚安，没有打扰啊，不会打扰，怎么会呢？我没有叫你好吗？哇哇，吵架吵架！嘞，不然气了你是什么？欠揍 percent 数直接上升，超欠扁的，来打我啊，笨蛋！好久不见，因为我不太看游戏台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玩游戏也不太看聊天室，还敢讲，没有啦，还帮他们盖房子，真的，他们还有房子住，而且他们重点是他们在一起，和他们床是两个单人床合在一起。好啦，我今天要喝这个，不知道 YK 在不在。我今天喝这个，没错，健力士，好不好？我终于买了。其实我之前就买了。等一下，它有点，它竟然是倒反的，呵呵。白痴哦，我又按错了啦！我水平跟垂直为什么每次都搞不清楚啦？呵呵，我这样一直拿着。对，这样子，健力士，我终于要喝了。大家都说很好喝。但是之前没有买，是因为它是 stout，我不敢喝，我不敢买。不过大家都讲，今天主角是他，我把它放近一点。我手好抖，它好重哦。我一样也是买，就是我就随便抓抓了就走了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分健力士。今天要喝它，然后因为我家没有啤酒杯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喝啦。
企鹅还帮忙盖他们两个的房子，超可怜的。这种感觉，实在是，对啊，头发好乱哦。这种感觉就是好难过哦，工具人。妮娜下一个来的人就帮你取这个名字了，什么东西？颠倒精灵。我是蝙蝠，真好，害我也想玩那个游戏。对啊，那游戏看起来超好玩的哎，等一下哦，怎么脏脏的？那游戏看起来很好玩，不过维斯说很崩溃。室友跟我感情比较好，真的哦。那为什么他跟余光在一起啊？傻傻的，什么东西傻傻的？你是打撤还是傻？傻傻的，想买 Ring World， 但是游戏一堆还没玩完。我也想买游戏耶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一堆游戏还没玩完，边缘人生活。艾瑞克买啦，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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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久不见，他的黑眼圈，你很烦耶。我的黑眼圈就消不掉嘛，好久不见，小屁孩。开始扮丑了。我觉得这样看好奇怪哦，这样比较顺。卡莉太吵了，我最近很晚睡欸。我就看镜子还好啊，就看镜子还好。我最近很晚睡，会被车爆，谁被车爆？因为感情好不代表要在一起啊，是没错啦。所以企鹅跟室友感情比较好，可是室友跟雨公在一起是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擅长劈头，刚我看错吗？小屁孩好久不见，后面会一直来人，会被车爆，好恐怖哦。卡莉太操劳，是操劳什么？我没有操劳，只是最近比较晚睡。我擅长被劈腿，靠背，太可怜啦。我还是不能接受昨天我死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知道他取那个，我们取那个名字真的是会有代入感欸。我看到我自己酒池，卡莉娜酒池。卡莉真的好可爱，为什么突然称赞我？谢谢。我可爱也要跟你讲，战神总是死于小伤，真的。我按到赖了，超大亏耶。算了，就像你喜欢的人也不会是跟你感情最好的人一样。对，是没错啦。是说很久没跟了，卡莉什么时候开始露脸的？哦，那你真的还蛮久。你真的还蛮久没跟的欸，水草。我想想，我好像从我开始喝啤酒开始，我就露上面了。上空，上空是不是是讲其他的啊？算了，光线问题。OK。而且你说我是废物，我吗？我说你是废物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才不会讲你是废物呢。你还是很可爱，没关系啊。其实我不可爱也没关系。我其实不可爱也没关系的，这黑眼圈一直看我会做噩梦，先去睡，靠北哦。我会不会因为比东子然后被别人边缘生活到后期会被车爆？好恐怖哦！汽油知道不能在一起，只能用房子祝福室友，所以送一间房子祝福室友吗？好好哦，超级代入感。好，我现在开这瓶。我刚从冰箱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因为我没有啤酒杯，我们家就只有这个杯子。每次喝酒我都要重复，因为我很怕有人说，欸，你喝啤酒，然后你倒也倒不好，然后还不是拿啤酒杯，
那你这样怎么能喝到就是啤酒真正的滋味？我要来啊！健力士它的瓶盖是很漂亮的那种瓶盖，我要把它留着。现在台湾12点多，还起来。我现在才7点，然后外面还是很亮，大概9点才会下山吧。前几天发现太阳大概三点多就开始准备出来了，清晨3点多。我这个礼拜六要上课，所以没办法星期五喝，因为通常都是星期五喝酒。而且我已经2个礼拜没喝了，我真的很痛苦。你就不会打架，只能种菜吃饭挖矿？我吗？好废哦，超废的。挖矿、种菜、吃饭，这好像我，这根本就是我啊。上空半裸色情台，我没有。所以到底是多久以前啊？我不知道欸，我其实开视讯蛮久了耶，很久欸，大概今年吧，今年下学期吗？差不多吧。可是我开视讯我一直都会开啊，我是说视讯镜头。露脸的话，露脸大概2月吧吗？是吗？还是我忘了、欸？2月吧，2月。我想不起来，2月吧，还是2月还是1月之类的。好吧，那你不可爱，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不可爱也没关系，声音好听也可以。其实我声音没有很好听啊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我觉得要再美好一点。剑指部指挥官，剑指部指挥官跟副指挥官。指挥官好，那卡莉会去注意到啤酒的技巧吗？我会去注意，可是就学不太会，就是泡泡跟啤酒的比例要拿捏得好。我说有些啤酒啦，然后就是泡泡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对，还有什么？倒啤酒是要先对啊，就是先斜斜的倒之后再把它拉正，这样子才会有美好的泡泡在上面。美好，可是这个因为那个啤酒杯都比较高，比较容量比较大，应该说比较长，对啊，所以就因为这是喝威士忌的。所以好吧，那我来倒倒看哦。喝起来甜甜的，喝起来有那种，对不起，喝起来还蛮好闻的，就是 Stout 的味道。泡泡好少哦，白痴。它就是黑黑的啤酒，是有雀布的黑黑啤酒。酒池不可能二月，我哪有那么久没跟？可是我之前就有开过啦，真的。还是我开视讯的时候水草你没有看到。我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开视讯了欸，我真的不是这几个月才开的，真的，
因为我会喝啤酒啊。我喝啤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忘记了耶。喝起来还蛮好闻的，闻起来还蛮好喝的啦，讲错了。呵呵，声音要再好一点就买雪糕啦。我的烂电脑配雪糕超怪的啦，声音再好听一点我就要升天了。要死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声音真的很还好。我喜欢的好听的声音就是就不是像我这种的。我觉得我的女神的声音都还蛮好听的。我想喝喝看哦，我来喝喝看。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一直闻，我一直喝到一种桂圆的味道。我闻到桂圆的味道。桂圆，有没有人喝过健力士啊？有没有喝过？艾瑞克，你有喝过吗？YK 嘞 ，YK 嘞，我怎么闻到桂圆的味道？做比斯吉之前就会露脸了，我的记忆停在那里了。做比斯吉之前，对啊，就会露脸啦、啊，就会了。因为我喝酒，比斯吉之前就有喝酒，所以我就会露脸，就是露，也不算露脸，就是只露就是这边啊。我现在还是不会露全整张脸啊，我刚刚也没有露到吧，就差不多只有这样。对啊，就是只有露眼睛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，体会我现在的心情。镜头超近，只照眼睛，现在还是啊。每瓶啤酒都有小精灵住在里面，对，对，都有小瓶。都有小精灵，真的是容易打九嗝。嗨，豆豆儿，就是说连头发也没照到，只有眼睛。哦，这首歌我超爱的，桂圆啤酒，桂圆小精灵。阿瑞克，那你觉得嘞？你觉得呢？连头发也没有，有啦，我有，我一定有露头发啊，怎么可能不露头发？嗨，买了罐健力士，早安 ，YK。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口喝到桂圆的味道。来了健力士好朋友，我们现在有各种好朋友，健力士好朋友，还有会员朋友。卡莉娜的室友安，嗨嘟嘟。精灵，你的眼睛好美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讲到这个？谢谢谢谢，有感受到我的灵魂吗？龙眼卡莉，龙眼。我一直闻到就是桂圆的味道啊。还蛮好喝的，还蛮好喝的。之前喝了一个 stout， 我忘记我是喝 stout 还是，我忘了那时候我是喝波特还是 stout， 我忘了，算了，反正那就很难喝。但是健力士真的还蛮好喝的。看着眼睛只会被黑眼圈分散注意，是很重是不是啊？超气。好吧，那我要讲理由，我要开始乱找理由。人家过敏呢，黑眼圈可以啦。嗨，豆豆儿，是油细油是油粉，我是推坑好朋友。对，艾瑞克是推坑好朋友。政大好漂亮哦，对你刚说你去政大，好想去看看哦。我没有去过政大哎，我没资格，没有啊。
我没有去过政大，很远呢。龙魂锁定你了，好棒的学校，我想去看看呢。好漂亮，是妹子很漂亮，没有啊。嗨，零度，你好，安。终于实况喝酒了吗？也没有到终于啦，就是就2个礼拜吧，没有，因为身体不适，所以我就没有。我酒是买了，但是还没喝，有点烟熏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涂任何的东西啊，我是说眼睛啊。你一说真的有贵人的感觉，艾瑞克，你现在在那？你现在正在喝是不是？那我们一起干杯啊，快点！不是干杯，我们一起就庆祝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拿起你的酒杯。还有一种巧克力的味道，对，巧克力的味道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喝错了吧，就是有，巧克力，没有到很重啦，就是那种香味，还是因为我今天晚餐，还是因为我今天下午吃了俄国同学的巧克力啊，黑巧克力，记忆中，哦，你也太强了吧，你竟然可以从记忆中截取健力士的味道，肚子好了吗？其实最近就比较好，没有再咕噜咕噜叫，然后也有啦，有咕噜咕噜叫，然后但是没有很常痛，因为之前是，因为之前是，之前就是一吃完休息一下，一吃饱饭休息，它就会开始不停的叫痛，然后。就是没有办法，你就是要离开你的座位去，对，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现在就不会，现在就没有。我觉得可能是太久没有吃炸鸡吧。开始乱讲话。室友最近也说他肚子开始痛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放弃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啊，我已经。跟我的身体已经讲清楚了，我说我好好吃东西，你不要肚子痛，但是他就不听啊，所以我也不想理他了。反正我现在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喝酒就喝酒。随手拍了一张，好，我来看看。嘟嘟嘟，后面是月亮，冲着传播学院去的。来看一下，来看看一下。传播好美哦，好美哦，真的蛮美的哎，好想去哦。我不是我想回台湾啦。什么东西？On duty，别害我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吼，开始在乱害了。健力士一定要倒到杯子里面喝。真的哦。不过我通常喝酒都会倒到杯子，所以误打误撞。好喝，桂圆啤酒，好喝，真的是桂圆啤酒，桂圆啤酒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啊。肚子叫真的很尴尬，尤其是上课的时候，就它不是肚子，我也不是肚子痛，就是那种，
就是脚在搅动的那种。可是因为我前几天肚子痛，都不是上课，都没有上课，我都在放假，所以就还好。读了几年，水土不服开始显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吃了什么哎，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最近可能快回台湾了，或者是现在天气在变，因为现在变得比较温暖，就也没有什么口，没有什么食欲。对，然后，就其实比较想要吃台湾的东西。这边的食物已经吃到腻了。唉，思乡，任性的小精灵，这不是我的母校吗？才不是 ，OK， 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肚子痛就是要以毒攻毒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哎，所以我就跑去吃的辣味汉堡，还真的蛮痛的。但我觉得还好啦，没有之前那么痛，因为我有一天是完全，我其实本来想要喝酒或是想要吃其他的，结果我还是忍住，我就煮白粥喝而已。哦，很痛苦，只好当吸毒好朋友了。吸毒好朋友吗？你说 Don't Starve Together 吗？我真的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中毒哎，我觉得那真的很好玩啊。你的肚子在想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想你？咕噜咕噜咕噜，是不是那个香肠？应该不是，我其实不知道哎、欸，香肠也没坏啊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俄文。如果我把英文遮住的话，你们应该觉得就是长这样吧？但它其实是反的。一直想要退坑，我吃宵夜好恐怖。想退坑还是推坑？真的很恐怖。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其实自己不会想要吃，但是如果朋友说：“欸，走啦，来吃哦、喔。欸”你都很久没吃了，走啦，不然我请你啊，你来吃个一两个也好啊。那种真的是我来我自己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没办法，很没办法拒绝美食的人。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，啊，你要去吃哦，好吧，那我也一起去好了。可是如果没有人找的话，我就不会想吃；但是有人找的话，我就觉得，我好像真的有点饿了，或是好像真的有点想吃，好恐怖哦。你要是回来开台时间大改变，观众会很不习惯吧？应该会蛮不习惯的，因为我回台湾的时间就会超级大改变成下午的时间，大概就是下午一点到。大概就是下午一点到下午五点吧，最早十二点，然后最晚六点，完全就是下午台。我只能下午开台，除非我去别的地方玩之类的，因为我回台湾也不是自己住啊，所以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房间，我家里没有房间，所以我通常就是也没有自己的那个，我是说房间啦，所以一定会，我之前开都是在坐在就是那叫什么，坐在书桌，就是餐桌，对不起，坐在餐桌，然后就是爸妈回来，我就关台。是的，没有错。退坑宵夜 KFC 营养超营养的，可是我那天买错了，因为它有两种卷，一种是鸡米花卷，一种是这种基本像鸡柳条的卷，但是我发现鸡米花的比较好吃，鸡柳的有点干，它的鸡有点干，有点柴，对，就干干的。我说我请你，你都说不要，你要请我什么东西？
企鹅，你说你要请我什么？走在路上会想要砍树，真的会想，真的是。我今天看到地上那个石头，我就想说，把它拿起来，它已经，它应该可以拿来做矛，或者是拿来做斧头吧，真的很恐怖。然后我后来就被我自己这个想法吓到了。正大外面什么都有，好爽哦！什么吃的都有吗？退坑牛肉面，看照片看到流口水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追你学生真好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学生真好，什么东西？以前有室友的时候买宵夜都买一点给他们吃，太好了吧？你的人太好了吧？我想当你室友，好好哦。麦当劳、星巴克两家 Seven， 一家全家。YK 很烦，还有大大小小的快餐店，好好哦，星巴克，两家 Seven， 用拼音输入法，就在校门对面，好强哦！不是啊，不满还会被抽税，害我没吃饱反而不开心，好像也是哎，所以至少最好还是多买一点，自己吃饱比较重要，不要没吃饱然后。就是拜拜的请了别人，卡莉居然没房间了 ，XDDD， 怎么了吗？对啊，我没有房间，因为我已经大学啦，所以就当然就，虽然我还没经济的，还没经济独立，但是就，而且妹妹又生了，所以就没房间啊。我现在都用拼音输入，好强哦！赞助的姐姐没房间，靠北哦。我真的很怕，我妹就是以为我是赞助的姐姐，幸好现在不会，她知道我是她姐，她知道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难怪你会打退坑，哦，难怪假装国人。可是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就打注音就好啊？我的手，还是手机不一样。你这就跟吃烧肉啊？怎么你要请我吃烧肉吗？我那样说不要，来啊！我那时候不要，开始这时候烧肉嘛，你不是说要去吃，你不是说要去吃那个吗？乌马吗？是不是？走啊！可是走啊，有食物，是不是？有食物，我怎么会拒绝呢？嘟嘟，你这就跟被绑去小猫头鹰夏令营一样。我说你回来开台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工作，我就会追你。学生真好，好像也是哎，学生真好。对，我是菲菲的，拼音挺好用，英达有点水准，可以试试。好，不过我朋友也都是用拼音哎，我觉得他很强。我说你回来开台哦，对，我看过了，对不起。枪了，妹妹生了，卡莉什么时候生？生什么？我是说我是说妹妹出生的啦，松果姐姐，我是从松果跑出来的哟。烟熏味跟桂圆味，真的啦。YK 不觉得吗？我一直觉得有桂圆的味道欸，我是不是贬义哦，是就是是称赞，觉得它好喝，有桂圆的味道。走啊，吃牛角，牛角，我们就聚一聚。好累哦。要约哪里？我们约正中间好了，我们约南投好了。可恶，又要跟我抢食物了吗？妮娜，什么东西？妹妹表示姐姐又回来了。哦，又要跟妹妹抢食物吗？她才抢不赢我嘞。重点是我妹也会喂食我，所以她不会，就是全家的人都会喂食我东西。对，我妹有时候他们学校的那个。学校的那个
点心，有些他觉得好吃的，或者是他不敢吃乖乖什么的，他下课就会直接塞在我，就是塞在我的手里，然后就说姐姐这给你吃之类的。一开始会觉得蛮感动的，然后来就谢谢，废物姐姐。走啊，吃新桥。新桥是什么啊？我没有听过哎。新桥也是烧肉吗？怎么那么多烧肉店？不过你回来，我也可以请你吃东西了，不用请我吃东西啦。我可是靠霸主呢。只有台湾用注音，其他华人都有拼音。对啊，只有台湾用注音符号。是的。不过我有朋友就是用拼音啦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强的。那是黑麦的味道吧？哦，你打简体真的很痛苦，你打简体让我有那种玩之下的感觉。黑麦的味道，应该是吧？我其实。啊，应该是啊，不管啦，就是贵人的味道啦。注音算是台湾创造出来的东西，乌马好吃，所以其实有吃过乌马哦。他应该只是觉得很有趣吧？什么东西他只是觉得很有趣？什么东西觉得很有趣？不敢吃乖乖，对啊，我妹不喜欢吃乖乖，不是不敢，是不喜欢，她不喜欢吃乖乖，尤其是就对啊乖乖，然后他们学校都是发椰。是奶油椰子口味，可是我超级喜欢吃椰子奶油口味的。妹妹心里 OS： 赞助的姐姐很可怜，要对她好一点。靠背哦，靠背哦，我才没有很可怜嘞。黑麦汁也有那个味道，其实我没有喝过黑麦汁哎，之前不喜欢喝，然后等我开始会喝酒之后，我也就没有去喝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有点怕黑麦汁。虽然我没有喝过就是了，对啊，搞不好我之后可以喝喝看。好，靠霸主，我只是想梦得一下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黑麦味真的跟桂圆有点像。黑麦味大概就是那种黑面包的味道吧，就是俄国的黑面包，大概啦，差不多，有种。我觉得就是有种，好像那种叫什么，好像被火烤过，还是那种炭焙的，就是那种有那种烟，也不算烟熏，就是反正好像把某个东西拿进去烤的味道，或是拿进去炒的东西，不是炒，拿去烤。我觉得用仓颉跟无虾米的比较强哦，我也觉得无虾米跟仓颉，我也觉得很强。我妈妈的朋友很多都会，就是会用仓颉，我觉得好厉害哦。我小时候有尝试要打，但是不会。仓颉跟无虾米真的很强，超强的。他的两个姐姐，他还比较喜欢狗姐姐，哪有啊？他们也很喜欢我，他比较喜欢我，好不好？全家都喜欢我，没有。我妹真的很皮，她真的很皮，然后她有时候皮到就是我爸妈都不想理她，她真的很皮，然后又很欢，然后我也是那种就是很讨厌很欢的小朋友。那我爸有时候就是会笑，就是开玩笑，他就会说，因为我妹也就是知道爸爸会疼她，然后她讲什么话爸爸都会说好。所以他可能就会故意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？什么之类的。”然后他，可是他可能就是，可能当时没有收好玩具，或是不听话之类的。我爸很想要，就也是会心，就是心会软，可是又不想要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么溺爱他。所以我爸就会故意不理他，然后他就会转站去找我妈，或是去找我。
然后反正我们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，他说就是叫他的名字，说我们全家都已经跟你不好了，你不要来找我，你去找其他人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就是他边缘我们全家的人，我们我爸我妈，然后我们家的狗，全部人都不想理他。黑面包跟桂圆蛮搭的，怕我其实黑面包要看，就我要看黑面包，但是我觉得黑面包沾甜菜汤还蛮好喝的。黑面包是木炭吗？孤陋寡闻，也不是哎、欸，它就是那种黑麦的味道，黑面包有点酸酸，它的酸味比较重。我之前喝过黑麦味，还有朋友不知名的黑啤酒。你们这样说，我真的想起来了哦。有的改良欧式面包也会这样打，黑面包很赞，吃咸的很棒。昌杰要先会写字，真的。我也喜欢你，什么？你怎么突然大告白啊？全部的观众都喜欢室友哦，你是说喜欢室友是不是？不是喜欢我。黑面包不适合单吃，嗯，我觉得黑面包要配东西。你就是通常他们都会配个，就是把它做成那种三明治之类的。哎，不对，它中文不是叫三明治，就是一些轻食类的东西，就是可能放个什么酸黄瓜，或是拿来沾汤之类的。巴龙也不适合单吃。什么是巴龙啊？巴龙好耳熟、哦。可是昌杰有些字会打不会念。爸爸表示我比较喜欢卡莉娜，没有啦，我爸都喜欢，因为都是女儿，他比较疼女儿。黑面包不是木炭，你说了我才看到艾瑞克问，没有，你说你全家都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谢谢。趁乱告白，真的，我没有喜欢室友啊。如果是否定就不用特别讲了啦，我还可以。是不是太有点下还没有还没有。黑面包是裸麦量跟普通面粉量不一样。什么 low 的大老板艾瑞克笑翻，我听不懂梗呢、欸。为什么巴龙也不适合单吃？这是什么梗？可以解释吗？你们解释我就懂，真的求解释好吗？哎，今天的歌都还蛮不错的耶。Yeah。等一下哦。Helped. Yeah. 巴龙是 low 的怪物。什么东西啊？歌单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歌单，等一下放。基本上一场游戏里面没有人可以做到单吃，它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。这手有点嗨，嗨啊，可以啊，嗨啊，所以我懂了，好，我懂了，那我懂了，我懂什么叫做巴龙也不适合单吃，很白痴哦，艾瑞那很智障哎、欸，白痴。干从政大回来，裤子破了个洞，天哪，好尴尬哦，完了。你破哪里啊？你破哪里？嘟嘟嘟嘟嘟。之前喝到一瓶什么燕麦波特酒，它的名字是这样子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波特酒、哦、我觉得好好喝哦，超好喝的，可惜它我喝的那个牌子是精酿的牌子的品牌，真是麻烦，所以销路就是你只能去某一间某一些 bar 喝，或者是
对，就要特别早，好痛苦哦！喜欢上精酿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也想要喝喝看台湾的精酿啤酒，之前有看到，然后就是对，想要喝喝看台湾的精酿啤酒。我现在只知道就是那一间台湾的精酿啤酒，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。然后它就是依照节气。24节气，然后就是有推出一些啤酒，我知道那个牌子，破屁股肉那里，哦，辣哦，干你的哪里卡？我真的做噩梦被吓醒。你可以唱首儿歌哄我入睡吗？儿歌吗？欸，我终于唱儿歌了，火车开飞好不好？好啊，小屁孩，白痴哦，凌晨一点然后做噩梦，你放屁，你根本就是刚去别的地方，然后晃晃晃晃晃晃晃，然后就是回来这边讲垃圾话，超坏，讲别人讲垃圾话。好啊，唱什么歌？火车快飞是不是？后面可能要小心，后面凉凉的。你是不是跑去底线人家？什么啦？底线人家？底线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
竟然才450而已。好，那应该两杯就喝完了。死了一个我，还有万万个我，54088。你就爱自杀啊，我知道。真的蛮好喝的。啊，对不起，太大声了。两杯就没了，好可惜哟、哦！你大声，你骄傲，白痴！自杀很有趣吗？他真的很爱自杀哎、欸，智障！没死哎、欸，不要给我洗啦，白痴哦！300 M 就会这样子，对，看来小屁孩也是 M 呢。凯莉什么时候要剪短发？我吗？我剪短发吗？啊，对吼，我忘记了，我要剪头发，我把这件事情记起来。哦，这是 Cashmere 的哎、欸，现在才知道。我看一下哦，克什米尔。回台湾吧，我大概回台湾，可能就是整理一下，把那个。就是把事情用一用之类的，整理一下行李啊，整理一下行李啊，然后把你们有买巧克力的人，把有买巧克力的人寄一寄之类的。把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我再开始用其他的事吧，就是看书啊什么的。我已经打算我的暑假都要泡在图书馆跟书局里面了，或者是电脑桌前，或者是去一下台北。看一下哦，我想一下什么时候剪头发。剪头发回台湾不知道耶、欸、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要就是会不会去台中，我还在想啊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去台中，顶多不知道，再看看吧。我要看我有没有存够钱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想要，就是特别再拿钱。我之前就是给我妈妈的预算，就是开我自己开出来的预算，我不想要再就是再另外拿钱了，对。所以我看一下吧，剪头发100块就可以了吧？我这种这个头，应该100块就可以了吧？剪头发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回台湾大概1-2个礼拜后再剪吧。剪头发，等一下哦。剪头发。我应该会对我应该会剪短，剪短剪短，然后剪个那个香菇卡里香菇目标把书局搬回家不行啊，我们家书也很多，我没办法搬，我没有买巧克力，没有卡里包裹了呜，哎对耶，没关系啊，没差啦，下次。卡莉暑假要回来哦，对啊，我暑假会回去，要回台湾看一下爸爸妈妈，还有我妹妹们。我有钱哦，白痴哦，他现在这样不适合吧？你说什么东西不适合？第一次看台，请问我做什么吗？我很想看台，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54088，你看啊，我不想理你啊，白痴哦，包脖头卡莉。包脖真的蛮长的哎、欸，我应该会剪大概，有可能包脖或是再短一点点。男性组啊，哦累。维斯，你说什么东西不适合？看资讯区你就会知道。YK 那个54088是小屁孩，不用理他。YK 人超好，不用理他、啊，白痴。
感觉企鹅要看阿布斯头，阿布斯头是什么东西啊？阿布斯，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说阿布斯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说那个就是那种很短很短的吗？我不会剪那么短啦、啊。我不会剪这么短。阿布斯头，帅，真的很帅。雅妍真的很适合。偷晒短发朋友，阿布斯邓布利多头吗？靠北，阿布斯邓布利多。短发朋友来看一下，有朋友真好，哇，好可爱哦，超瘦哎、欸，脸好小哦，干，好好 ，YK 竟然有那么美的妹子朋友，就其实是 YK 本人，YK 本人，太美了吧，好美哦。眼睛好大哦，好好，脸好小哦，鼻子好挺哦，嘴巴好小哦，好可爱哦。刷个金字塔，别刷啦。这个姐姐感觉想染成粉红或蓝色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她有写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喜欢这么短的。你说阿布斯吗？死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哦，你说感觉哦，我看到了，你说感觉染成粉红色或蓝色。哦，我看错了，我真的看错了。我应该剪的话，就是剪，就跟之前哎、欸，对，那大家不知道我之前长什么样子。就剪大概就是到，对啊，差不多包脖吧，或者是比包脖再短一点，短大概可能就是到，就是下巴到下巴之类的，下巴粉红蓝色，想要。染成粉红或蓝色，这个姐姐感觉染成粉红或蓝色，感觉啊，我懂了哦，我懂你的意思啊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其中有一个人的内内比较大，对不起，我注意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我就知道是这两个。其实你有说过要剪哪里哦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讲过，对不对？我讲过，然后我不小心露脸，是吗？应该吧。好，其实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应该要开始玩游戏了吧？大家好肥哦！你说蓝色的吗？对，对，对，蓝色的。没有错，我继续玩那个好了，复活了，小屁孩，恭喜你复活。鼻子好痒，啊，偷偷打钱。
像完了，我现在完全忘记我要干嘛，白痴哦！我忘记，完蛋了！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刚刚是不是要开什么东西？我忘记了。复活了！我早说我一定死不了，这是真的雷姆。我知道，之前那个谁有 cos 雷姆，我忘记什么时候了。我把我的 Twitch 关掉了。玩游戏啊，伐木工。对，我要玩游戏。对，我忘记了。啊，再讲一下，我最近这个礼拜在做什么？这个礼拜比较重点的就是胜利日吧，俄国的胜利日。嗯。我胜利日那天，我本来还想说，我跟室友说我可不可以绑双马尾，就是不是低的哦，就是绑高比较高的双马尾，因为我看到有个俄国妹子绑，然后我觉得好可爱哦，我就想说我也想要绑，然后室友就这样看着我，我就说好了，不要，不然我不绑低马尾可以吧？他说可以，不过那天很冷，所以我后来还是没有绑。我不会荼毒自己的眼睛。奇缘共赏，今天有用户写信来说，他希望麦可以听到他自己唱歌的声音。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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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我都听自己的声音在开台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大声，其实你们搞不好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自己听是觉得很大声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绑，不要啊，不要绑。双马尾很可爱，可是很羞耻啊！现在天很冷，那天还下雪，疯了，五月了哎，我们真的是6月要下雪了哎，要窦娥冤了，快崩溃！小屁孩睡了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台主晚安，晚安，小屁孩，下次再来玩，祝好梦，不要再自杀了，新的人生重新开始好吗？头好痛，可是你不是俄国妹子，对啦，我不是啊，我就想学嘛。以前绑的那个就很可爱，以前我以前绑了什么？问号，以前绑的那个丁，我也丁你，以前绑的那个，以前绑的那个，契合 丁，对啊，不用丁我，一切都是幻觉，窦娥冤。我觉得企鹅盯别人，感觉就是真的一只企鹅，这样一直看着你。死鱼眼超好笑。幻觉中的我梦见麻花卷，啊？我有开台过绑双马尾。为什么小屁孩我也跟你说晚安，你没有回我晚安？小屁孩晚安，背影啊，我知道了，背影那一张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去展览，去看展览的那一张背影照，眼睛，嗨，德哥，艾德哥，好久不见，艾德哥，好久不见哎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最近过得好吗？上班好吗？生活好吗？吃饭好吗？身体好吗？家人好吗？朋友好吗？问了一堆问题，真是空空的。这种感觉，YK 怎么了？这种感觉，不是开台，参哥的企鹅，对。等一下，苍哥那是企鹅，我以为是鸟欸，不是鸟吗？这种感觉，来互相伤害啊！真希望打光好一点，欣赏一下卡莉的头发。真的吗？雪草，你喜欢我的头发吗？
你喜欢长头发是不是？那你也可以一起留长啊。不然我把我自己搬到那个。艾德格有什么？你失恋了？什么？我还以为我听到海德格，救我，海德格！救我，海德格！等一下，过来！这样有好吗？好像没有很好哎。采光好一点吗？我头发好乱哦，挡住眼睛了，好烦哦！啊，疯婆子行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样蛮不好的，失业了，保重。失业保重。那你接下来是你想要先休息吗？还是就是怎么样？还是要就是重新起来？啊 ，QQ。好痒哦！烦哦，头发为什么那么乱啊？烦呢！不是你们不觉得问题，是我觉得的问题。有吗？水草，你这样有看到吗？你是要看什么啊？头发的发色吗？你想要染是不是？可是我这是随便染的哎、欸，真的很烦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算了，我不想管我的头发了。海德格失业了哈，不好，你保重，真的保重。身体还好吗？那是企鹅，真的假的？那是企鹅，拜托，企鹅也是鸟吗？不是，我以为是鸽子类的。哦，原来是企鹅哦。谁叫我？嗯，有吗？我有叫谁？谁叫你？你好像瘦了。我吗？我瘦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瘦了吗？也是有可能哦。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我最近夏天了嘛，然后想要拿就是之前在台湾买的一些短裤啊，或者是裤子穿，结果发现每一件我从台湾带来的裤子都松松的，除了我后来在俄罗斯这边重新买的裤子以外，其他的裤子不管是短裤还是长裤，就是腰那边都松松的。其实我很紧张，我的屁股是不是变小了？我真的蛮紧张的。我想说我的屁股是不是变小了？因为你知道没在练，就是变丑啦，屁股变丑之类的。哎，但是应该没有，我自己看是觉得没有。反正裤子要重买，不然就是要系皮带，要去买皮带了。没钱吃饭，好可怜。开玩笑，我头发超粗的，一定爆。我头发也很粗欸，我头发很毛躁，然后又有自然卷。我其实很羡慕某个女生的头发，我的女神，不敢讲她的名字。对啊，就她头发很，她头发超美的。我每次看她的视讯，她每次在那边梳她的头发，我就心想，啊，好美哦，就是一直盯着她看。对，我也失业了。哦，你那为了看台一台就辞了，穷困潦倒。你今天头发真的很好看啊，为啥？没有啊，
没有好看啊，我觉得很丑，我刘海很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前几天没开台的那几天，我的刘海比较好看，乱毛卡喱，真的。六月雪窦儿园啊，对啦，喝起来三线谈。我觉得女生整理头发动作都很可爱，这个角度黑眼圈不明显了，就说是灯光问题啦，灯光师在干嘛啦？不对，灯光师应该是从那边过来的。好，那么灯光师你在干嘛？你身体还好吗？还好啊，那你身体还好吗，艾德哥？好了，我忘记。嗨，你好，PGW0721A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这绝对不是头发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他这样四分五裂的。夏天，哦，没有啦，春天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夏天7月才开始。女生为什么头发都那么香啊？男生不香吗？我给了机会台主自嗨，为什么？抱歉，为什么艾德哥你要抱歉？你还好吗？你如果想要聊聊，我觉得你有心事可以跟你的朋友讲，不要闷在心里，会生病。对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好好的，就是重回，就是不对，好好的振作起来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进，或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你喜欢的生活，希望加油，或是对，我觉得失业比较紧张的一定就是经济啊，但是我觉得要寻求帮助就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就是可以寻求一些亲朋好友的帮助，不要自己撑着。听说卡列腿长有92公分，其实室友帮我量是90啦，我不知道我们量错，我自己量是92啦，90，不然你取中间90好了。你可以把屁股养大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你可以，我可以呀。不是因为，我是说，我知道可以啊，我知道可以把屁股养大，因为之前在那个之前有去健身房跟着朋友一起，但是因为这个我完全犯懒，在这边完全，我已经很久，不知道几百年没有摸到杠铃这种东西了，跟杠片，对，你一定没闻过一周没洗的，干好恶心哦！艾瑞克讲什么啦？啊，不对，艾瑞克你去试试看看阿奎等级的啊，那不就三分之二都是腿？有三分之二吗？喜欢什么东西？喜欢多练相扑硬举，臀大肌超有感的。我知道，哎，我其实我没有练过硬举，硬举，对，应该吧？我应该，对啊，我没有。我觉得我会举不起来，所以我那时候是，其实我应该说我没有拿过杠铃硬举过，还是就是比较初阶。那时候我跟我朋友，因为我怕我举不起来，所以就是拿个小小的哑铃假装，不是假装，拿个小小的哑铃就是前脸这样子，刚刚好看，但是你弄到就坏了。阿奎的头发怕，今天练硬举练到臀大肌大爆炸，太爽了吧！我觉得练重训很爽的，就是除了你发现你的力量就是增加以外，或者是你可以
就是你的负重变重以外，就是再就是拉筋的时候了，收操时候，我觉得很爽。嗨 ，PO68827 安安，你的灯光师好可怜。Seven Eleven 进了一个很可爱的精酿啤酒，飞机云与我，真的假的？有照片吗？好可爱哦，哪里的精酿啊？明天要练腿了，好爽哦！玻璃瓶的可爱，练腿最爽，真的，我也很喜欢练腿。我练手其实很废哎、欸，我那之前练手的时候，对，老实说就很废，所以我手都没什么，就没什么长进。但是练腿跟练屁股的时候很爽。谢谢啦，没什么啦，这没什么啊，爱德哥，我要去买个了，去买。我觉得这追随音效很不友善，居然说这什么东西？因为那时候是有人传影片给我，然后我在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智障，我说这什么东西啦？对，然后我就把就是有人把这段把它截取下来，然后我把它变成追随音效，蛮爽，但是隔天痛到厌世，爽啊！两个健身哥真的很努力，超努力的。之前也有人以为我，他看我照片以为我160几公分哎、欸，后来见了就是见到面，才发现就是见到面才发现我才15多而已。抓到了腿长灌水，我踩高跷也要跟你讲。力量课表每天第一个动作都是深蹲。两倍体重好遥远哦，我也觉得。所以你不就有180，太高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没有180，我很矮。什么时候要带我健身？一起啊，我们要去哪里健身？想练吗？跟我一起蹲105公斤，5×5乘5下乘5组。不要啊，105不能先拿轻的吗？白痴哦，我跟你一起蹲。卡利蹲完换谁蹲？今天有人在教别人深蹲，一蹲膝盖第一个冲出去，真的假的啊？你是说他的膝盖冲出去的深蹲吗？这样他不会觉得这样子很不舒服吗？我之前有尝试，我也是有看到有女生就是这样子在深蹲。那我这样子看，因为其实我也是初学者，所以我不太敢去指导别人。我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前辈说，那个女生她是不是就是需要指导之类的。然后我也是看到那女生就是一蹲，就是她屁股没有往后坐，然后她就是膝盖就是超出去，就是很前面。然后我看了就整个快要跪下来，因为我觉得我看着他，我膝盖也好痛。麒麟的，我们有很多素材可以换音效，考虑吗？好啊，什么素材？给我，你放上来啊。什么超可爱身高？谁明明是在跟……哦哦，你说哦，我还可以是在跟企鹅讲哦，我还以为是在跟我讲，误会很多事情，超闹的。我们差了31公分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说我180的时候吗？还是什么？好，你说我150公分，所以你100，等一下150加30等于多少？181，所以你180公分吗？太高了吧！你吃什么长大的？开始讲坏话。还好他空杠，觉得他该请教别人，一定要的啊！太恐怖了吧！不管。我连没有就是任何的那个，我觉得深蹲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动作会需要就是膝盖超出去脚尖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姿势本来就很不舒服。对，地雷蹲会与追随音效，不要啦，别人追随我还骂人家，这样不太好。哦，我看到了飞机云与我，好可爱哦，这还蛮可爱的。我都快吓死了，髋活动度不好还叫他全蹲，好恐怖。4186，
为什么是186？哦，155公分加31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153公分啦。哦，你186，好高哦，好好，羡慕。什么？我有看过一个影片，有个外国人硬撑腿推的机器，没有看他的重量，可是他的另外一只脚直接反折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折？好好，什么意思啊？膝盖多少会超出去啊？我知道啊，膝盖一定会超出去。我是说，就是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吗？就是屁股没有坐下来，应该说他的那地方叫什么啊？髋吗？就是没有动到，他就是这样直直的这样子，直接就是往下蹲。然后我看到他的膝盖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。但是你的髋先启动，腿退断的案例很，腿推。断的案例很多啊，他的膝盖打直，直接腿断，哈，超痛的。对啊，那不能腿满。馆长讲过这个话题2次，就是要保持一个，就是，好啦，你们懂啦。反正我没有很会，但是我懂你们讲什么。什么东西？Naga 卡利要会语音效大声，Naga 不在啦。为什么 Naga 会有我的会语音效啊？他也是把它当做闹钟嘛，开始那边自以为。他还用手推膝盖，白痴哦！卡利不要看那个影片，比较好，太痛了。好，我不要看，好恐怖哦！膝盖怎么锁死？对啊，你没有一个。我现在完全中文都不知道怎么讲了，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就是收回来，太高，去有些窄小的地方会撞到头痛，真的很高哎，186真的很高哎，这样好高哦，真的会撞到哎，好痛哦。可是高的话，上面风景应该蛮不错的吧，而且空气比较新鲜，比较清新啊，不是新鲜，比较清新。旁边还一堆人在看，还没有人警告他。我觉得这样真的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盛典，健身男小腿秒断，最好别看，怕。好，我先不要看好了，我先点好了，然后不要放音乐。所以他是整个腿卸掉吗？白痴！哇哇哇！太痛了吧！他真的是秒断掉哎！不是我。原来膝盖断掉是长这样子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会被骂哎、欸。
我看了，我看了。186跟153都要 PM2.5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好啦，空气流通啦，可以这样子讲吧。因为有时候在下面人挤人的时候，我只能就是旁边都是人，所以就会觉得空气很不流通。可是如果你今天长得比较高的话，就是你旁边都没有任何人，就会吸得比较，就不会这么的。我现在完全只想要到二文，比较不会那么的。空气不流通。我有加警语啊，我知道，我这个不会怎么样啊，就是这个不会怎么样，只有虫虫的或是什么的我才会觉得恶心，这个我还好啦。他手没去推可能还不会断，对啊，他手没去推应该还不会断，我觉得这真的很自唱欸。我不知道，我推那个的时候手都乖乖的放在旁边，而且其实我不太会做，就是很，就是我是做比较多，可能做比较多组，可是不会做到自己会崩溃的那一个重量。想要多做，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，补手要补也没有人是推膝盖，结果他自己推膝盖。而且他膝盖就是断掉之后，就是他，不是，我看到真的有点想，虽然这样很恐怖，但是我看到真的有点想笑，就觉得白痴欸。为什么要，就是既然已经撑不住，为什么还要就是推还要硬撑呢？吸到别人的底线，填字废气，吸到别人的，对啊，废气之类，二氧化碳，不会啊，不可能啦。也不是说吸到别人的废气，就是因为很矮，所以假如像人挤人的时候，或者是今天大家都比你高的时候，就是你四周围都是人家的，可能就是别人的衣服啊，或是被人家围起来。可是如果你高一点的话，旁边都是比较空旷，我自己是觉得被人家挤在一起的感觉很不舒服，或者是每天的日常搭地铁，旁边的人几乎都是165以上，然后你就是被挤在中间，真的很不舒服。那一段真的之后也不用练了，干嘛？之后应该不能练了吧？手放在胸口跟手之间缓冲就好，不要去用力。不会，我手不会用力，因为毕竟是练腿啊，手用力又是没有用，就搞不好你明明是练腿，然后结果你手也蛮累的，这样不就很奇怪吗？8点要上班，去睡了，晚安，三仙台晚安。我也是矮子，我懂，真的，你懂对不对？你不是162吗？少一公分，你明就162，谢儿162，我半残。我还可以几公分，我也半残，超矮。不是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开个游戏啊？我的游戏。怎么有点想要吸个毒？讲吸毒，别人还以为我要玩 Overwatch。
我变中分了啦。手手自己可以自己跟自己的手指玩相扑。企鹅，你不是说你七十几还是八十几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七十几还是八十几？没175就半残，真的假的？好严苛哦。不会啦，所以女生，所以女生超过45公分，45公斤就是胖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记得比我还清楚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一直讲啊，因为我对你这个就是身高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我的理想的身高，我自己的理想身高，我想要就是，如果就是我本来小时候觉得如果我要长高，我想要163公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差了10公分。那问题是我只记得你矮1公分，我173也是很高啊。羡慕，只记得刚好到小腿，七十几是体重啦，平均值，反正高有高的好，矮有矮的好。想 C， 想 C， 假日可以去游泳，真好。还好我178，好好哦，好高哦，艾瑞克好高哦，羡慕。不要看体重，就是有些男生，我是说有些，我不是说你。你们，我说有些男生不是就是说什么女生45就太胖了，40刚刚好，然后他也没有就是也不管女生的身高，甚至也不会去看就是整个人的身形啊，或者是体脂肪啊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体重超过45就太胖了。我全残了，我也全残。灯光师灯呢？灯光师在干嘛？体脂是唯一，虽然我觉得有肉也没有关系，真的就是，嗯，我觉得，对啊，体脂肪。我体脂16吧，哇，我体脂也好高，我体脂也很高欸，我体脂我也是高到我不敢讲，很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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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我很久没有量，大概1年了吧，因为就是我量体脂肪是在家里量，还好啊，我女生可以接受到68，认真，真假的，你高我也不会。你高也不会我高啦，不会，我真的很高。我脚受伤以后就到28，为什么？体脂16哪里肥啊？对啊，我也在想体脂16哪里肥啊。我没有肌肉啊，没在练，我想要大鸡鸡。可是至少你的脂肪是少的啊，你练一下就是，对，至少你的脂肪是少的。我才不会跟你讲我的肌肉很珍贵，所以我用很多的脂肪去保护他们呢。现充在嘲讽，又嘲讽体脂，你说谁？艾瑞克吗？我想要瘦到12，我想要降我的体脂，拜托，我应该去，可以去游个泳。你大概没办法脱身了，超过12都是胖，我自己的标准啊。我觉得16很低啊，16体脂真的很低，我自己觉得啦。脚受伤只能游泳，然后之前2年再忙根本没时间游泳。游泳我自己觉得女生游泳我觉得好花时间哦，就你还要穿，你还要拉，然后你还要脱，然后游一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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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还要换。然后还有头发，你看那么长，然后你要吹头发，
麻烦。我真的是边缘人，羡慕瘦的人增肌，真的，我还要先减脂，然后再，我还要减脂加增肌一起，哭哭。最羡慕瘦的人增肌，努力练，努力吃就好。但是我是没有人陪伴，就不会作业的人。但是我一直没有人陪我。你可以自己去啊，或是找家人啊，或是找朋友啊，或是你去了，搞不好你就在家聊个天，认识一下就是朋友了。灯光师开个灯啊！看灯光师自己下班了怎么办？真羡慕被系学会找的现充加体知识料说自己肥宅的人。别说了，我同学有一个又学霸又憨哥，体脂4.2，55公斤，跟我说他胖。三小啊，体脂四，真的假的啊？体脂四，太瘦了吧？55公斤，178，三小啊，这太恶心了吧？他有肉吗？12跟16基本上无差别，真的哦，我其实没有看过男生12体质跟16体质跟，就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过。4.2 是骷髅弓箭手吗？瘦的跟猴子一样，这太瘦了啦！干这种人，我最想扫断他的条腿。你说你超坏、欸，太瘦了，太瘦了，4.2。太瘦了吧！这已经有，我觉得这太瘦，我觉得有点，这已经不算是健康的身体了吧？算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可是这好瘦哦。他以前很胖，我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了。他怎样？之前就说过觉得卡莉眼睛很好看，今天看了个爽，随着灯光师下班也差不多要睡了，晚安。谢谢水草。所以其实水草才是灯光师，谢谢你称赞我，谢谢。晚安晚安，祝好梦，扛我一拳啊。你如果说 4.2178 有70几跟80几，这是正常人，平常有在正常有在练的人哦，就是脂肪少，但是就是肌肉。但是55公斤，他太夸张了，他是不是有嗑药？开始对不起，开始乱讲话，讲人家有吸毒。凯莉的头发已经融入背景了。是不是？我这可是，我其实是去背，这其实是去背。骷髅弓箭手，骷髅营养系看到这个，请他去看医生，关心身边的人，从你我做起。营养系关心您。低边腿可以扫断他的骨头，这太瘦了，好恐怖哦！嘟嘟嘟，开始在乱扭了。哦，好喝。擒拿反折，手可能直接断了。哟，快点，不是快点，嗨起来！你知道你背后黑道，我好怕，怕吗？哪里？怕呀，感觉骨质密度应该也没很高，
所以可以轻轻一扫就断了，好恐怖哦！欸，企鹅没有出现，他是睡着了。我刚刚一直提示他啊，你在提示我吗？你那是暗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室友从背后冒出来吓我，我一定会骂他三字经。凯莉，你有看到后面有眼睛吗？哪里？哪里？怕你不要吓我。你会后。没有啊，不小心露出来了，不小心露出了我肥肥的鼻子跟我肥肥的嘴巴耶。你一转头直接看不到，真的吗？被摸掉了，妮娜，你说的是啊？什么？利亚特，你在讲什么？你怎么一来就讲恶心的东西？露什么啊？露，好恐怖哦！不小心露出来了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。哎，我们这台就是黑黑台。等我一下哦，黑黑台，嘿嘿，因为我喝黑黑的酒。欸，这还是好怪哦，这来干嘛？露什么啊？露圈？卡莉好美，哪里美啊？美女哪里美？刚刚露出四分之三的脸，对，我整个快要把整个冰山露出来了。太太，我好喜欢你啊，这台到底在干嘛？嘿嘿嘿嘿台，嘿嘿的酒。欸，不是，你们我不要看，好像很暗，但其实真的没有很暗。我现在是伸手见五指的状态，感谢维斯机长，耍厨喝酒可爱真没大，哪里大啊 ？VOD by VOD by。他喝太多了，我没有喝太多，好不好？他才450ml而已。我开心，计划通。哟，快点嗨起来，嗨起来哟！这还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这样真的有点奇怪。如果等一下进来的人，然后发现就是。这个萤幕都黑黑的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这样子，超呛欸，好怪哦！我必须要写个字。好痒哦，鼻子好痒。好烦哦，好烦的台哦。我说大爱心，实在是说你大哦。对了，年纪大一点，我那我年纪大、啊，你要不要去跟艾瑞克？对不起，艾瑞克，对不起。我们这边一堆年纪比我大的好吗？我才20岁，你在说什么？快点，我现在开名单，什么大哪里大？艾瑞克还有什么？嘟嘟啊，嘟嘟也在啊，是不是？还有谁？李嘉诚应该也比我大，水草应该也比我大，豆豆也比我大 ，Naga 也比我大、啊、，YK 也比我大，大家都比我大。人家是女生，而且才20岁，可爱的鼻子大大，对啊，我鼻子真的很烦。Drug dealer 。
企鹅今天在学做粘土，想要捏一个卡利。Drug abuse， 我没有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滥用啦，我没在吸啦。什么大？艾瑞克骂我干。好了，艾瑞克不要难过啦。二十一也是比我大啊，好不好？二十一，你不是二十，你不是二十二岁吗？我才十八岁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们的羞耻心呢？我就是有羞耻心，所以我才说二十岁啊。为了嘴他，羞耻心是什么？我没有嘴啦，没关系。我国小，我的年纪已经到了不能进国小的程度了。我的年纪还可以哦。这台到底在干嘛？哪一台？YK， 好烦哦，好智障哦，好呛哦。好啦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们要，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哎。我们现在要进入，慢慢进入睡眠时间。好喝，桂圆茶，不是桂圆茶，桂圆酒。哎呦，很会，新桌布屑 YK 头内，不要放这种奇怪的桌布啦，旁边还有字，超奇怪的啦，旁边还有聊天室哎。进国小教书还是没问题的年纪，我进国小跟六年级的妹妹一起玩。可以不会被发现的程度。你要不要之后追随图用这张？超智障的啦！恐怖鬼故事台怕。什么东西？你看那张是不是很像我在锁妖塔那只蓝色的？什么东西？是在说我丑吗？没关系，你就说吧，你就直说吧。我先出去哭一下，好吗？那你自拍一张给我啊，撕好不好？撕撕撕！你在当夜店哦？不是啊，我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发现。我本来要玩星星，结果发现我好像全破光了。我都给阿奇，我都给，怎么办？我全破啦，我星星全破了哎、哦，好亮哦。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呼吸沙嘎，呼吸沙嘎。呼吸沙嘎，我可以要你今晚的歌单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在当夜店哦？夜店才没有这样子，太亮了吧？没有，那只很可爱，好吗？真的吗？所以你那在说我可爱吗？好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谢谢你，你说我可爱，我由衷的感谢你。你感觉到我眼神对你释出，豪斯说定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有没有玩过。Stage 啊，好，我们来玩这个吧，各位。
我们来玩这个，我可以好完全，我真的是去背了这样子也可以太溜了，想睡了，凯莉晚安，晚安，不然什么样子？什么东西什么样子？我以为是丑丑肥肥，然后油油，然后就是长得很丑的那种怪物啊。No， 我的视讯怎么这么大一圈？我还真的把自己当成是那个了。这好刚好哦，我就这样玩游戏好了。我觉得今天很省电，荧幕都黑黑的，因为其实今天现在真的很亮，没有到很就是，可能是因为就是镜头的关系吧。其实现在没有很暗，就是傍晚，爱心，晚安豆豆儿，晚安。我说夜店不是你刚刚摇头晃脑的样子，不然是什么样子？哦，是啊，是没错啦。就这样玩我 OK， 不行啊，大家睡着，我把资讯关掉了，等我一下。好啦，今天就是在最后讲一下对于这瓶啤酒的感想。我现在是要讲啤酒，我一直忘记这瓶，完了怎么办？别人会不会想说，干你也逛得很小啊？是只有你看得到那个酒吗？我完全看不到你在喝什么酒。怎么办？你们这样子，你们看得到酒在哪吗？不是啊，只有我被这个戳到是不是啊？我手好丑哦。这个酒，等一下。就是健力士，对，我买它好像有分，对不对？健力士好像有不同的那个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可能吧，反正我是买 original 的，然后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，还不错的是就是如果是撇除我自己喜欢的酒的话，它大概是，就是当然一定是比台啤之类的更喜欢，但是它大概是，我讲不出来有什么，反正就是如果今天就是心情好，然后觉得还 OK 的话，就会去买。如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这边买健力士也蛮贵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喝它，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喝的时候，我第一口喝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讲有那种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想到那是黑麦味吧，就一直觉得有那种桂圆的味道，就是那种因为像烤过还是就是煮过的桂圆的味道，就还蛮好喝的，然后也不会很苦，对我来讲甜甜的，就这样玩我 OK。 要讲鬼故事，嗨 Naga， 好久不见，每次讲好久不见下一句话就讲你有没有想我。但是他很鏘，我没有鏘好不好？你拿瓶酱油来也没有人发现，哦，只有我觉得好笑吗？烦哦，自己戳自己。那一到十五分他有几分？我给自己打100分，100分，不是啊，五分嘛。如果好那个，如果豪格登跟
可伦堡白啤跟我喜欢的那个波特酒，不对，那个 stout 是5分的话，它大概有，然后如果海尼，如果台啤是1分的话，那它大概3分吧，它大概3分，对，它大概3分。我之前还有喝过什么酒啊？我想一下，我还有喝过什么酒？我有点忘记我还有喝过什么台湾的酒了诶。健力士3分，差不多。然后，对，它大概3分，超过100分，什么东西？100分？哎，这首歌我听过，但是我忘记怎么唱了。健力士无法评分，太棒了！YK 超爱健力士，哎。突然发现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垃圾话，喝茶也可以喝到醉，可能因为你嗨了吧，好烦哦，可能因为你嗨了吧，我有睡意了，好，企鹅晚安，我就是故意这样子黑黑的，好不好？黑黑的，这样子黑黑的，你们现在很想睡觉，真的很想，受不了，怎么会这么想睡觉呢？然后我要开始慢慢的渐小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放枪歌好了。很想睡的歌在哪里？很想睡的歌在哪里？出来，出来。可是我看他的歌单，chill out 根本就没有很 chill 好吗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都可以。有人想要听 Only One 吗？来不及，我已经按了。现在黑黑的，真的很想睡。现在凌晨2点了，夜深人静，在这个美好的夜晚，明天还要上课，还要上班。现在下午2点还是3点的人就放弃他了。反正台湾现在是凌晨2点了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。Humble Bundle 有限免游戏可以领，什么是限免游戏？现在吗？可是我平常就是这样讲话的，而且我是清醒的。真假的？你说都锵锵？你哦，你是说趁乱告白吗？建立是好朋友，对啊，YK 是建立是好朋友。今天是暗夜精灵卡琳娜，暗夜精灵感觉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呢。暗夜精灵听起来就是龙猫那个小黑球，我以为是上古卷轴的精灵，可爱可爱，大家都开始。哦，靠呗哦，白痴哦！嗨，你好，So Hove，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，但是可能叫 So Hove 吧，So So So So。今天乐高11.99美。有人想要吗？只有今天。哎，对，我其实一直很怕，我打颜值的那个指令，有人会以为是我打我自己的颜值，怎么办？我这样有点尴尬，尤其是我是在讲你们的颜，我是在讲其他人的颜值，不是我的颜值，我的颜值没有什么好讲的啦，就是丑。只有今天自己想买 Fable Anniversary。找到了，叫什么？这是什么念？这怎么念？我不会念日文。什么什么里？什么什么里？什么 pass？对乐高只有踩到很痛的印象。我要消失在黑夜里。
好了，真的蛮暗的，但其实还好。我们可以玩躲猫猫，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无可挑剔的美，没有啦。台主，如果带着食物跟酒去接机，可以告白吗？你可以告白，但是只要看我能不能接受而已。我要拨头发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超靠北的台主，好想买乐高海盗船 QQ， 那个买下去好不好？买下去，我现在乐高玩，只有我妹有，我没有乐高积木，只有我妹有。有睡意不代表想睡好吗？有睡意不就是想睡了吗？你是不是呛了？绝版了，超贵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有时候我跟你讲，那个我跟你讲，人生只有一次，如果有机会，需要好好把握，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有机会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，不对，完成自己的愿望，满足自己心里的那个偷偷萌芽的想法，我觉得可以的话，你就勇敢的做自己吧，是不是？那不是锅炉爷爷的宠物吗？小黑炭吗？你说小黑炭吗？那台主怎么样才能接受我呢？我想一下哦，这个问题很复杂。你身上先别说那么多，你身上有食物吗？这个只有卡莉可以用。择偶条件啊，因为我其实是想要把它删掉，但是我舍不得删，所以我就把它锁成只有我用了。有睡意不代表去睡了好吗？好，这个可以。地城守护者，好游戏。我之前有买星战的耶，你说什么东西有买星战的？乐高吗？我真的觉得台主醉了，我真的没有醉，我真的没有醉啦。不是我才喝健力士而已耶，我才喝健力士而已。我虽然没有。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就是跟着同学一起在喝酒了，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今天喝健力士是慢慢喝，就是我不是很快的灌，然后我只喝了一瓶，所以我没有醉啦，我只是很开心而已啊。乐高真的各种贵，真的。我其实有想过要在这里的乐高，就是帮我妹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蛮酷的东西，或者是或看就是可能如果币值什么之类的，看会不会比较便宜，再看看啦。我还没有帮她看，也不是我买的啦，是家里的大人送我的。好棒哦，好好，还蛮棒。我之前圣诞节的交换礼物是送人家那个也是星战的钥匙圈，我是说就是也是乐高的，跟就是我还送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是送那个乐高的小台灯，也不算是台灯，就是小床灯吗？算床灯吗？就是它像一个夹子。就是很大的那种，有点像很大的那种晒衣夹，然后它可以就是你可以按，然后它就可以把它夹在，如果你的床头柜是这样子木板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夹在这边，然后它可以凹，然后它灯就会这样子照，就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有点像这样子，就你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这边可以夹住，就是它这边夹子可以夹在那个。对，你懂。然后就是这边会有灯，然后它就是全部都是乐高积木的样子，所以它的开关，它的按键的，就是
台灯的开关是乐高积木的其中一块，然后就是圆圆，然后你可以按下去，我觉得那蛮可爱的，我觉得那很喜欢。他今天很嗨，真的，他醉啦，我没有醉啦。他说可以换惠宇追随音效了，有科学面跟台茶十八号茶叶跟1664，好，可以，我不用了，这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，好不好？明天还没上课，对啊，我明天没上课，对，我很久没有开台，我很想你们，你们不想我吗？其实也没有很久没开啦，就才两天而已。我喜欢金萱哦，你喜欢金萱哦，我比较喜欢就是红茶类的。把妹妹介绍给我，我可以帮你看乐高。靠北，你喜欢萝莉是不是？我妹只有5岁耶，所以你这样子是可以的哦。你等一下我妹妹好不好？她10年之后，我再跟你讲好吗？他妹妹只有5岁，你要认干女儿吗？妹妹大概就是10卡利减15这样，想，真的吗？很想吗？后面的朋友我听不到，大声一点！哦，这很大声！嗨，谢谢你 ，Jerry 50602，你好，谢谢。简单来说就是5岁，但是一样鏘的卡莉。没有啦，其实我妹没有很鏘，我妹没有很鏘，可以当女儿，真的假的啊？ Naga 是几岁啊？竟然可以当女儿？卡莉可以介绍 Taco 给我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可以介绍她给你，但是我不知道她想不想要认识你哦。你知道她比较高傲一点。11年后才合法，我知道啊，就是你知道10年后就再认识嘛，先认识，然后等到他16岁了，可以了，你们要先培养感情啊，对不对？要先认识一下。早安，九丽娜，早安，小白，这叫小白还是大白啊？我喜欢姐姐。可以要16，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5年6班2号吗？我也在想这是5年6班2号哎、欸。咦，我只要有春假春。章鱼月月，那为什么姐姐会这样？服，快32了，32很年轻，可以啦。不过他真的可以当你女儿就是了啦。32减5等于多少？32减5等于，等于差不多啦，可以当你女儿啦，可以可以。姐姐就是可爱啊，谢谢。难怪会以为是借助，真的是借助的姐姐，小白，对对对，小白。其实还好欸，我其实都一律觉得大家都是，我都把大家当成是大学生，然后如果是已经出社会了，就是一律视为25岁。妮娜不是52吗？造谣。那个感觉已经经历丰富了点而已。什么经历丰富啊？哥哥。你刚刚是不是要说出什么秘密？你说我吗？我没有要说秘密啊。结果我跟 Naga 差不多，所以你也32了吗？我猜你30岁，是吗？啊，这样子，我真的是屁孩欸，毕竟人家才20岁而已，超靠北的。好啦。继续把我的酒喝完，就可以结束这一回合。真的有点，我觉得这光好不美哦。算了，
feel your touch。好了，我喝完了，关那个了，真的有点暗了，我等一下开灯。友春快吃掉我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各位 YK 已经在讲奇怪的话了。你不是放过了吗？你不是放过了吗？猫狗松鼠海豚跟鳄鱼，哎，我觉得我自己是松鼠，哎，因为我会那个什么，我会收集废物。等我一下下哦，等我一下下哦，等我一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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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的邻居他其实之前就回来了，然后我发现他今天啦，我说今天他很早就回来了，可是他一直在睡觉，从下午六点，怕。等我一会儿哦，我去放一下东西，因为我去开个灯。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。YK 真的满满有存，真的。差不多啊，以而立，差不多。那这样子你们真的差不多哎。YK 开始讲奇怪的话了啦。来啊，我心智年龄只有十岁，没关系。原来如此。认真要去睡，我不能每次说要早睡，结果好好好，妮娜早点睡，赶快去睡觉吧，晚安晚安。吃小笼包，谁吃小笼包？小艾瑞克，我可以付钱请你寄饮料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寄什么饮料？小七60元就够了，然后我再卖给我同学爽赚哎、欸！天哪，超级爽赚哎、欸！真的，敛财啊大哥，没问题，我会分红的。我朋友很喜欢小七饮料，天哪，超会、欸！我都借由买一送一坑钱，你超会的哎、欸，维斯超强，对眼睛会笑的真的没抵抗力。你不是只是喜欢眼睛会笑的，你是根本就是喜欢友春啊。寄我家的那堆，你可以是把它分一分了啊。啊，瑞克家的饮料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很重哎、欸，超好笑，分红，超强，而且瑞克还可以顺便把它消掉。我想喝红茶。谁叫他不出门？喝酒就应该点个 Closer， 或是点个 David Guetta 的 Titanium。哦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已经听到烂掉了，我怕，不敢再点了。
Closer 我已经听到烂掉了，因为之前他出来的时候，怎么讲？他其实好听，他好听是好听，但是听了很多次，然后就我不知道欸，就还好啦，可能好听是好听，但是不会很常听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出门之后被我坑跑路费了，所以他都不出门，然后请你帮忙代买，是不是？666，可以。企鹅喜欢鹿皮会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利亚城自己为什么一直在爆企鹅的料？放松到底，所以小白喜欢 closer 这一种的吗？是说我说要玩游戏，结果玩到现在，嘿嘿。我重开个，等下来玩游戏好吗？其实差不多了，2个小时欸。感觉没做什么事情，我重开哦，我去放个东西，等等回来再，想要去睡了就去睡吧，然后等一下就可能，应该也不会玩什么，就玩个小游戏之类的，我不会再破之下了啦，不对，应该说我会破之下，可是不会是现在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对。然后可能玩个小游戏，然后聊个天之类的。等等回来，我先去把我的酒瓶放一放，对，顺便重开。各位拜拜，待会见。休息个啊，应该也不用，可以不用讲几分钟吧。拜拜。